你姓什么叫什么呢？我叫李明义。你家住什么地方？富海路平安里五号。他要拿那个皮包，你就让他拿去了，他就不会打你一枪了。哎，这个钱不是我的，要是我的，我早就让他拿去了。这是我替公司里收账来的款子。哎，小陈，小陈，哎，你干什么？枪打坏了，枪打坏了。哎，你住在哪呢？我一定有了，一定有了。哦、你经理啊，快点打个电话给医院的来部病车。好、哦，走快。是这样了，大夫，怎么样了？来下去我也走够了，话也说完了，三个月一个小时讨不着，不如得赶快的当家吧。起你们的。
上前呢。冷的天，翠姐姐就穿这么点衣裳，我穿的皮的还。请个大夫来看一看呢。佩姐姐，现在不念书了，那为什么不出去做点事情呢？人长得又漂亮，又聪明。我也这么说呢，像杨小姐您似的够多么自由啊，可是老太太不愿意，说年轻轻的女孩子不能够做什么事情。翠芬她年纪太轻，不懂事，在学堂念书的时候还常犯小孩的脾气，老受人家的欺负啊。老太太您躺一会儿吧。这也难怪的，您那么疼他吧。翠姐姐没事来玩啊。王小姐，您不要开玩笑了，人家新来要帮着他才对了。哼，好一个善良君子，你去帮着他吧，我瞧着。
孩的话，那是应该的。Miss 24号，府上住哪儿？雇车子。啊，哦，住进来。就是挣钱的牌子了，好极了。可是这么晚回来，你一个人不害怕吗？不，有人，有电车，有公共汽车，什么也不怕。不知道杨小姐回来没有啊？我来看看。旅游卫视广告美食府，精选旅行套餐，新鲜出炉，五档行走节目，走遍全球各地，亲身体验非凡。然后原样搬到这边，这个是药王药，那那异域风情，美食美景，历经艰险，全天候多时段网状密布，让你的产品轻松抢占青年消费阵地。我觉得特别的好啊！旅游卫视，行走探索者。精明买家的首选频道，广告媒介热线010-8440-9688。这个小的还有吗？有，好不好？好啊，就是这两个嘛。
天买香水，明天买香粉，你又不开脂粉铺，老买这么些的送给谁呀？谁也不送，我是买的好玩的。刘师傅，哎，不是你要买领带吗？对，我想买今天领带。啊，什么好领带吧？有，拿去看看。这个牌子很好啊。这什么牌子？这个黑帽牌。黑帽牌是，还好的吧？还好有。哎，拿去看看。这个可还不错呢。这个不好吧？啊，不关系。这个金龙牌是不会皱的。哦，金龙牌是。不错啊，这个还不错。哎哎。昨儿晚上对不住，让你稍等了吧。对不住，哼，害我在戏园子门口等了有一个半钟头子呢。我陪他去跳舞，一连约了我三回，我又不能不去。哼，恭喜您啦，经理的少爷看上了你了，像我们这样的当然是够不上做你的朋友喽。这么点事也值得吃醋吗？你也太傻了，你又不是我的爱人，我又不是你的妻子。不错，你的职务是一位监督，可是难道我的恋爱问题也要你来？
你是新进来的吗？是的。你知道这盒里盛的什么？对不起，我们的包装部不知道，请您上外头去问吧。嗯，包老人的健眼怎么样？爱德华表演很不错吧？你这算什么样子，在人家跟前。哦，对了，带着爱德华上馆子开房间，那也算不什么好样子吧。让我说，那也很容易。那天晚上你不是亲口答应我调我到别的一部分去工作吗？那包装的事情我真不要做了。徐赛琛，有几个职员要调动一下。是是是。24号李小姐是哪一位啊？哦，李小姐，长官通知啊，打明天起调你到脂粉部工作。啊，脂粉部？对了。谁调脂粉部啊？谁呀？24号李翠芬，查清楚了吗？人家都说包装部很辛苦，可是我一点也不觉得。您这调到脂粉部啊，那么工钱怎么样呢？还是一样吗？不，听说工重很轻，可是工钱呢倒反而加了。哦，这才奇怪的，那是你的运气好。李小姐，李小姐，怎么样？在家呢，给您等一会儿。妹妹，哎，上次来过的那位钱先生，是吧？好，你快把这剪了吧。钱先生，这儿请坐吧。啊。范母。嗯，钱先生，请坐吧。啊。天怪冷的，别穿大衣了。请坐。嘿，您知道了吧？我明天调到资本部了。哟，您为什么不高兴呢？我加了薪水，您替我欢喜才对呀。我正因为你调了工作，以后
咱们见面的机会很少了。哦，那有什么关系呢？在这儿不是一样可以见面吗？是吧？请钱先生这边坐吧。啊，那请坐吧。这么坐。您喝茶。啊。把橘子端来。您上我们这儿来，什么也没有。也要半亩费心。你们多客气。拿两块香皂，一盒香粉。还要什么吧？不要什么了，就是这两样嘛。小姐，你觉得这儿的工作比包装部怎么样啊？差不离，这儿也没有什么。林先生，现在外边的雪下得很大的，是吧？可不是现在还下着呢，马路上全都白了。现在呀、还是这么下着呢。你给我叫云飞，再等我放一辆汽车，准6点钟上我们这儿来。小姐，你回去吧。是。
是的。我们一块回去吧。不，我还得等一等跟我同路那位钱先生呢。哦，就是包装部那位钱国华是吧？是啊。他早就回家去了嘛。哎，你瞧外面下那么大的雪，你又没穿雨衣，哎，我早就布好车子了，我送你回去吧。啊，小姐，你现在的工作比较从前在学校里念书的时候，实在觉得太辛苦了吧？不，一点也不觉得辛苦，我很高兴能够不依赖人家，况且您呢又很照应我的。谢谢您呢，明儿见。哎，这个能不能到你们府上去坐一会儿啊？对不起得很，我们房子又小，地方又脏，而且我妈她也不喜欢我交际朋友。什么？李小姐，你怎么又说这种话呢？像你这种不依靠人的新女子，应当有交际自由才对呀。可是这种自由我现在还不需要呢。不能。哎，到开开公寓啊。大宝雪肤活力霜，富含植物精华 GC 激发细胞活力， HA 调节皮肤湿度，保湿营养美白，三效合一，你也得用。对，大宝雪肤活力霜，活力蜜。
怎么了？又跟谁斗气了？麦嘴儿的眼光总该是不错的，所以也许我是失败了，可是你可以到顺利的李小姐那边去呀、啊、为什么又到这儿来呢？当然可以去的喽。可是眼睁睁的瞧着那爱的花给张家那个小子独占了去，未免得不服气吧。独占真是笑话，我又不是一盒香粉一勺口红。对，你是不能给人独占的，可是比如这么说，有人要给你独占了，这话又怎么样说呢？比方那个张，你说经理的儿子张有记是不是？傻极了，我独占他干什么呢？哎，那你这话当真的吗？谁也不能独占谁，谁也不愿意给谁独占，这一点最普通的现代人的Fair play， 你都不知道吗？亏你呀！那么你打算不独占他了？这话可是你说的。对呀，天下可爱的有钱的男人多得很呢。OK， 你这句话是在今天圣诞节前的一天说的。就是再加一点地方，再很清静的。对了，这地方好极了。就是八号。十号。十二号。到了。到了。哎。坐。为什么把门开了？
今天天气很冷的。我觉得这么的好一点。哈哈。您坐一会儿，我到下边去泡点开水。不要客气了，我不能多坐了，伺候太晚了，我妈要惦记我呢。请您把借给我那书，请你。啊。并不大好，可是，我以为啊，男女职业平等是我们女人解放的初步。可是，住在我们店里那位杨小姐，她很反对这话。她说，在这种社会里，这个问题呀，是一辈子也解决不了的。请坐。不了，我要走了，谢谢您呐。有一句话我都忘记，差一点忘了。三十那天晚上呢，有个朋友送我两张义务席的票子，要是你晓得有空的话，咱们一道去看好不好？听戏吗？是啊。好极了，谢谢您，我一定去的。好极了，彩色双全，恭喜恭喜。林先生，请您把我还调回包装部去吧，这样的事我受不了。什么事啊？谁叫你受不了啊？我自从到脂粉部服务以来，那位85号的姚小姐，她老是冷嘲热骂的，今个公然的在买主面前骂起我来了。我分辨了一句，她动手就打人。这还了得，在工作的时候打人，这还是什么规矩呢？你去叫85号的姚雪芳进来。是啊。
觉了，我来了。一点小事，让李小姐一说，不知说成怎么一回事了。好极了，张先生也在这儿，李小姐老是躲我的买卖，纯心的叫我在大家面前下不去。什么？你自个儿故意的不做买卖？不用说了，无论怎么样，你总不应该动手打人。打人？可好笑极了。我劝他不要生气，轻轻地在他肩膀上拍了一下。不是，你刚才不是那么样的。哎，你在我们这儿做事已经很久了，总应该知道咱们这儿的规矩。他来还没多少日子，人又挺老实的，我可不信他会跟你捣蛋。你们都是一气儿的。得了吧，得了吧，李小姐，别生气，算我错了，改天给你赔不是啊。哎，李小姐，你生气了？过两天我把他叫的离这部分去，好不好啊？嗯？嘿，美极了！小林，你非得给我介绍不可，啊？哎，不说，你今年的画红啊，一定特别通风，啊？我。这可怎么办呢？今天晚上钱先生约我听戏去的，这回我的妹妹可哭极了，这边请吃连饭，那边请听戏，那不是很容易决定的吗？钱先生是你的同事，张先生是你的东家，他敢抬举你，那是多么长脸呢。对了，你就去一趟吧，这就叫待人言下过，不得不低头。况且人家又是好意请你。请啊，请啊！快点上来吧，我们等了很久了。来，来，快来来，来吧，来吧，请啊，来呀、啊，请啊，来呀、啊，上来吧。来 ，come on，come on， 来、啊，请啊，来呀、啊，上来呀、啊，来来来。Thank you.
么还不来嘞？不是翠芬亲口对我说说好的吗？再不来那是来不及了。怎么还不来呢？真求死你。是你吗，多华？是。一个人来的？哎，好极了。我找了好几个同事的家，谁也不在家。我们进去吧。不不不，我等着嘞。你还等谁呀？我不等了。也好，我们一定进去看去吧。旅游卫视广告美食府精选旅行套餐，新鲜出炉，五档行走节目走遍全球各地，亲身体验非凡。要原样，搬到北京。这个是药王药，那那个。异域风情，美食美景，历经艰险，全天候多时段，网状密布，让你的产品轻松抢占青年消费阵地。我觉得特别的好玩。旅游卫视，行走探索者，精明买家的首选频道。广告媒介热线：010-8440-9688。到房间里去喝白茶，歇会儿，我来送你们回去。不了，夜深了，家里的人等着呢。不要紧，哎，不要紧啊，到房间里面喝杯茶，待会儿让张先生车子送你回去。哎，你瞧。不要紧的，等会儿我跟你一块儿回去好了。是啊，现在只有一点半钟呢，要什么紧呢？李小姐，您瞧，这房间好不好啊？您喝杯热茶，外边怪冷的。
请坐啊。为什么？大家玩一会儿不好吗？李小姐，您瞧，他们俩都不听日。张先生，对不起，我可实在要走了。这什么话呢？我这点面子都没有吗？李小姐，这又何必呢？既来之，则安之。况且李先生人品也很好，家财有好几百万呢。李小姐，人生在世，林先生，您不能说这种话。你把我当个什么人？我是清清白白的良家女子。这个，咱们谁不是清清白白的良家男子呢？林，咱们走吧。也许因为咱们在这儿不好意思，他们俩的事让他们自己去解决吧。对，你们俩的事由你们俩自个儿去解决，我们走了。不行，是你带我来的，你应该带我出去。哎，李小姐，米斯张他是经理的少爷，我想也够得上做你这个朋友了。要不然呢？要不然怎么？你要是得罪了他是？我得罪了他又怎么样呢？哎，你是聪明人啊，也该知道喽。我知道，大不了辞退了我，打碎我的饭碗，是不是？哎，你真要走，那你明天就不必到公司去了。好，不去就不去好了，谁稀罕？我是拿劳力来换今天的，不能给你们这么样欺负。你这么说，我明天就不干。哎，你别走啊，我们把车子送你回去。这个人啊，太急了一点了呀。哎，这女孩子真犟。可是你这个花花公子的手段呢、还不够呢。何必呢？像现在这种事件，谁也管不了这么些的。除了生意，明天的生活就……
你不能说这样的话。求生活不一定是要受人欺负的，受人侮辱的生活我是受不了。你话也许是对的，可是炖里没有粮食，灶里没有柴火，像你哥哥似的一出门翠翠，你躺躺去吧，天快亮了，等明儿个再跟杨小姐再商量吧。上哪儿去？不许走！哟，翠芬，没有用，消极更不是办法。人生的路本来是很艰苦的。林小姐，你要勇敢一点，要积极地去认识社会的缺点，
你瞧，冬天已经过了，将来的世界一定是光明的。你来了，干嘛呀？林先生，您能允许我再来这儿工作吗？既有今日，何必当时呢？对了，你前个晚上是太赌气了。现在你已经来了，很好，事情当然是好办了。不过从今往后你得听话一点才对呢。有一层，假如林先生能让我回来工作的话，那么请您特别帮忙，允许我一件事。什么事啊？请您还把我调回包装部去吧。那可不行，你要在这儿做事
一天非得听从命令不可，要不然你可不用再想还在这儿吃饭。赤凤，我已经忏悔了，请你原谅我吧。国华，别说了，你也不必忏悔，我也不用原谅，我还得感谢你呢。是你叫我知道了恋爱，知道了人生。怎么了？你哭了吗？太傻了。再见。我们一样还是朋友啊。Thank you.
这钱谢谢您跟我存进去吧。多少啊？200块钱。这个帽子挺好的，咱们进去问问好不好？好的。这个帽子我来看看。哦，要哪顶？这个，我来，我来，我来吧。咦？咦？嘿，哈，买帽子是吧？是啊。正好啊。多少钱？6毛钱吧。哦，那么贵呀、啊？哎，6毛钱不贵呀、啊，挺便宜的。要包起来吧？不用了，不用了，不用了。这个铺子是您开的？小生意。现在小生意。将来一定是大大的大生意。谢谢您。我们去吧。啊啊，妈，您忘了吗？这就是从前上咱们家去那个钱先生啊。哦，我看着有点像啊。嗯，他大概结婚了吧。嗯，都有小孩。他真不容易呀、啊，我很佩服他，他真是奋斗出来的。啊、哦，哎，